啊！到底在干嘛啦？干靠腰！PS 会玩，对啊，也是要有会玩的才有办法控制这些技能啊。主要刚才那第一个打太亏了啦，真的，第一个打真的太亏了。早知道就不贪那个板盖他，我想说他应该会直接走过来。想对我干什么？干你老师哎、欸！走不掉哎、欸！我不知道是蜡像师，烦死人了！哎呦！传送的应该是会找我吧？没有哎、欸。真的还没有熟悉蜡像师的声音呢。我先修外面的好了。他一过来的时候，传送过来我还以为是蜥蜴人呢、欸，结果不是。因为他像这个打法是让自己完全就是给求生者一堆修机的机会。嗯？干嘛这样打？我看不懂。他又在打病患了，又想打我了，这个。哎呦！干你哪嘞？硬要一直抓抓抓，真的是！你就没闪现，你要怎么这样抓？大哥，你在干嘛？这孩子在想什么？干嘛这样子乱抓人呢？你跟我说，看这很搞笑哎、欸，这，看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靠腰、喔，等一下，给他喷一下。莫名其妙哎、欸，一直在乱抓。哦，被烫到了，被烫到了。救命啊！啊靠腰，那你好烦哦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被拐刀打到了。
根本完全不管输赢嘞，这很沉溺在自己乱喷的世界里。好，我们应该是来得及升级了。